九尾妖狐率我出，祸乱世间。出来吧，我的狐族！昆仑为拯救苍生啊！弟子姜子牙愿追随昆仑，成为一个守护苍生的神。妖狐受诛！<笑>杀了我，他也得死。 姜子牙，你竟敢强逆天命！昆仑和北海都不欢迎你这种三界败类。你连鱼都能放了，就不能放自己吗？为师命你千斩九尾，斩的不是恶，是善。 这就是天道吗？大胆！是神，是妖，是人，不可欺，不可造作，不可不救。用你自己的方式，去成为一个真正的神。